谈桃园。好一座蟠桃园。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，大圣啊！大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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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圣啊！你看，这有一个大红仙桃，我来，我来。偷摘仙桃，大圣，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，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。哦，我来问你，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？啊，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、文殊普贤、灵机菩萨、福星、禄星、寿星，哦，还有镇元大仙、哦，太乙真人、赤脚大仙，各路神仙都有。哦，各路神仙都有。啊，可曾请我齐天大圣？啊？那倒不曾听说。啊？你们摘桃去吧。什么齐天大圣啊，原来是个毛猴呀。哼，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。成了两个嘴了。哎呀！
那么多的鲜果，把老孙带回山去，给孩儿们尝尝鲜。啊，怎么这么小？娘娘，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。我叫你跑，啊！这怎么？这是怎么了？哦！啊啊！王母娘娘，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，骗我去通明殿。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、哎呀，太疯了，这还得了啊！不好，我的仙丹。妖猴扰乱蟠桃盛会，盗吃仙丹，罪在不赦。李进，在。速发10万天兵，布下天网，剿灭妖猴。遵旨。快，与我迎阵。妖猴哪里走？
小将，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？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，奉旨前来擒你。哦，哦，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，与杨君匹配婚姻，生下儿男。长大之后，伏笔桃山救出生母。啊。可不就是你吗？啊！休得啰嗦！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，待我捣毁他。妖猴，哎，这妖猴怎么不见了？啊，陛下，这妖猴飞走了。
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。妖猴，哪里走？你有何兵器？这是何物？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，水火不惧，能击万物。哦，那快快。好。稍时将妖猴斩首，请菩萨一同观看。贫僧告辞了。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！啊！雷劈妖猴！陛下，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，成为金刚之躯，莫若将它放入八卦炉中，用文武之火煅烧它7749日，必将化为灰烬。好。